笑寥寥空万苦，风后雨。好，各位鼓掌，我们一起合掌。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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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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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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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坐下。各位，我们今天呢是大佛顶啊首楞严经的第四十六讲啊，进行到第四十六啊。那么在大本的经文呢，我们上次讲到524页啊，最后一行，小本的在139啊，也是最后一段，讲到这里啊，大家把经文。翻开跟进它。今天的内容呢，可以说把最后这一段啊，就是五位这个菩提路这个结束了以后啊，圆满了以后呢，就开始下面要开始精研这个七趣，就是谈这个七个道啊，怎么个因，怎么个习气，怎么个果报啊。昨天我在学习啊背这个讲义的时候呢，还确实说楞严经啊真是经中之宝啊，它谈心性呢谈到这个极致，但是从啊心性上指导我们的身口意业，就是又是非常的就近的啊，一点都没有脱离开现前的我们一念的起心动念之心啊。那么我们也学这楞严经，学不到46讲，啊，大家也常平常多想想，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学佛来学什么？啊，我们一直说要学佛，要解脱，要成佛，等解脱成佛到什么地步？啊，这是要有一个限量上的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前些天也跟一位善知识也一块儿说起话啊，说就是我们到底修，我们要往生也是为了要修，我们在这儿也是为了要修，啊，总归一直要修正什么？啊，那么我们说正就是要断烦恼、断执着，正到这个解脱自在无为。那解脱自在无为，要到什么？就要无为到什么地步？啊，说起最后两个人说着说着，他说：“哎呀，很可能最后就是连我们的信仰，连所谓的信佛，连所谓的我要修行解脱，都得把它撕碎，彻底把它摆平，就跟我执、我的烦恼、贪嗔痴、杀盗淫妄一模一样，把它搞定。”哎呀，我觉得听得非常加受用。是啊，又说到这个讲经说法了，有时候我说哎呀，这讲的都40讲了，讲的时候把讲哭了呀，枯燥的哭了，说哭了还是继续讲
大家听听的这个体验还是继续听啊，就是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个太当做说一定要好，一定要一回比一回好的事啊。你看那天晚上在现场我还讲到，这也是到另外一个法师屋里的时候，他的练毛笔字正好放到一位世间的一个教毛笔写书法的一个大师，他我看他讲话呢没有谈到佛法，但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佛的究竟理啊。说到这个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书法，大家知道李叔同的书法最后写到最后不是就跟小孩一样，就什么笔直直的笨笨的啊，大家都我也不知道，也许有的人能够读到他的味，有的人呢也是跟分儿，说啊你看人家这甚深境界放下啊，他就做了一个对比。他是苏东坡呢曾经对评价这个书法的时候说，写书法意思的那句话我忘了，写书法意思就是写到最后就是连好不好都说不去，非常执着的要追求它好了才算是真正的好。他说苏东坡这个还不到位啊，他当时点评他说那你最后还有一个觉得要好啊，他说李叔同就是弘一大师的这个书法呢，就是人家已经把整个这个世间的这些艺术登峰造极的殿堂都领略过了，回过头来又彻底的啊鲤鱼跳文门，跳到这个高僧大德精研持戒万缘放下这地步了，照这地步的再回过头来看人家的书法呀，就已经彻底把这些这个就是体也罢形也罢韵也罢就是都不在此列了。他认为说包括他写字，人家说他写得好再怎么好都是一个俗事儿。说到了这地步，哎呀，但是我听了确实觉得这个书法家真是行行出状元行行入佛道啊！你看人家就能够把他见解呀，这对于他们那一道来讲也是一种见解，能够提升到这种地步。我们说的讲经说法天经文化告诉大家还是一个俗事，这是我们今天讲第一点啊，不是说以后就不听了或者说就彻底废除了，那又落到锻炼空间了啊。但是我们要见解上说它就是个俗事，你就讲得再好听得再透，他还是在讲和听的六根中啊。我们一直在楞严经讲说要抛开这个六根之结，要解开啊。但是解这个结呢，解的用语言解呀，它只能解到这个地步，就再怎么说再怎么说看上去好像一次比表达的比一次跟进了又超脱了，但是大家记住其实本质上并没有，还是就在这个语言啊，就跟上面拦了一个东西，我们再怎么跳跃跳跃但是还是在拦这个范畴内，可能你保在表达上又有一点耳目一新啊，或者怎样怎样，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就是我们要修正的功夫啊。比如说在这个大的这个无我相人相众人相的空性上面，你依然还是我跟弥陀历历在目，也没有想我也没有想弥陀，但是我跟弥陀还是念念在心啊，这就是同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就是从这一段，这一段读了没有，说是种种定，上次读了吗啊？没有读过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小段先读一下啊。从是种种地，那么我们一直就读到这个汝当奉持吧，最后还要文殊菩萨问这部经典的经名啊，我们一起来啊。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生育，舍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卢舍那清净修正见次深入。阿难，如是皆以三增进故，善能成就55位真菩提路，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集中坐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我及众生云何奉持？佛告文殊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达多波达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一名救护清音度脱阿难，即此会中信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一名如来密音修正了义，
一名大方广妙莲华王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一名冠顶章句，诸菩萨万行守楞严，汝当奉持。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上一次时间关系呢，没有把它一直讲完啊，所以这里才讲到最后有这一段总结的话，就是方尽妙觉成无上道啊。那么这里才佛在进行了一个总结，说这样种种如是种种是种种地啊，就是指的前面从干慧地乃至到这个妙觉地成佛的这个这么多的次第啊，皆以它里面有一个统筹的功夫啊，就是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生育啊。这里呢有一个在般若经里面讲到，是我们这个观照的智慧啊，一切法如梦幻的时候，有十个比喻啊，就是比喻我们所观的境。这里因为有一个金刚作为比喻呢，是比喻我们能观的智慧啊。只要我们的心在这个空性上啊，你看我曾经见过有一位藏地大德也讲到说，什么叫做正悟空性啊？他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只要在烦恼现前的时候呢，你能用这个空性的道理，把当下的烦恼让它稀释或者灭除，哪怕一丁点一念一分钟，这都叫正悟空性，就叫正悟空性哈，不是我们常说的说理解观照空性，就算了，只不过是因为刚开始还很少，啊，就跟我们说要走这个84000里路，可是呢，才迈了第一步一样，啊，但是它确实就是有这样，这里讲到以金刚智慧，就是看我们能够。幻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幻啊，所以称之为金刚作为比喻啊。那么这个如幻十种生育呢，就是指的我们所观的境界，在我们一切的外在的境界上，是不是断的，也不是长的，既不是空的，也不是有的，是如幻如化的啊。这里讲到的十种生育呢，是指的般若经里面讲过说十种比喻啊，比如说有第一种叫如像幻化人一样说观一切境界，又是像这个阳焰一样，就是我们夏天太阳晒的时候，沙漠里面的那个飘忽不定的那个感觉啊，或者像水月一下空花啊，水月空花，鼓响就是山谷里面一声喊出去的那个回音啊，前打佛尘海市蜃楼，还有梦，还有影，还有像，还有画啊，梦幻泡影啊，这个影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电影的影啊，再一个就是像和画啊，幻化的一些诸这个就是似是而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是十种比喻啊，就是都是以金刚智慧观察所观之境。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你看舍摩他是指的观，是指的指吗？就是用指观，毗婆舍那呢是指的观啊。如果在天台下来讲，就是一心三指，一心三观。起真指，方便随缘指，心二病分别指啊，那个空假中三观啊，总归无非就是一个定和慧啊，在我们的心性上相续的深入啊，那是万变不离其中啊。为什么这里讲到是用出如来毗婆舍那，就是用佛的果地的觉照为我们的所观的智慧啊。那么所能观的智慧和所观的智境，全部是以佛的这个水平来起我们因地所修的啊这个观心，所以这里才叫做用诸如来毗婆舍那啊。如果不加一句用诸如来，可能就是我们从凡夫地啊一点一点的往上，可是这里的因为楞严经一开始就是让大开圆解啊，所以才叫做渐次深入啊。为什么叫渐次深入呢？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六级佛的那个脉络了啊？因为虽然都是佛，可是有六个次第，所以叫渐次。虽然有六个次第，可是这六个次第全在佛的见解下起修，所以叫深入啊，深入渐次深入啊。如那么这样的话，阿难，如是皆以三增进故啊，就是三增进，就是前面的。讲的三种这个经增进修行渐次啊，正住念行，所以能成就这个55位真菩提啊。那其实是五十，应该是七位，
为什么是57位呢？因为还有一个干脆地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庙举啊，但是这里只写了55位是什么呢？因为到干脆地位的时候呢，它只是一种相似的觉悟，还没有启程，就是还没有迈步，没有上路，所以它不算这个55位之路啊。那么到了究竟圆满以后呢，又叫做究竟觉了，已经到家了，也不在路上，所以把这个两头给它去掉，掐出来中间正好是55位真菩提路啊。就这么刺激，就这么一个观法，就这么一个走。那么按这个做事观者名为正观，不按这个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啊，就是这么一个主旋律啊。那为什么这里这个观法有几点，怎么叫做正观呢？第一个大家要了解，我们学习楞严经呢，它叫圆动止观啊，就是开佛之见以后起的性修不二，修正的路上始终在这个圆满自性中啊，一直以圆满自性来饱满我们的修正之路，所以它叫性修不二，这叫做正，不是这个修法就叫做邪，没有到达这个水平也叫做邪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从六即佛的情况下来讲，知道有六，但是常常是即啊，虽然六个次第常常是相继，你看理即佛名字就都是跟佛正等无异的，本来是佛，所以我们就不生退却，想说哎呀，别人六即佛的话最后究竟成佛跟我无关，要知道从理即佛开始就已经跟我们有关，我们可以成佛，所以不会退却啊。继而常六呢，就是说虽然是本来是佛，如果你不修，不从次第修，你成不了，所以这个呢就不生我慢，在这两个保驾护航就叫做正，否则名为邪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知道有这个三增进行，有正修有助修一块儿修啊。比如说必须有戒，从戒再有般若智慧来观，也就是教啊。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呢？戒成聚集，就是戒律也要持得清净，观法也要相续到位，依照教法啊，否则的话就名之为邪啊。所以大家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如果你戒律有时候戒，我们常说的戒不清净，只有成就是教法的智慧的话，那你容易就是所以堕到这些异类中啊。只有这个戒没有教法，那么持的是可能是死戒枯戒啊。所以这两个并驾齐行称之为戒正，否则就名之为邪了啊。从这几点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是教法上的一个防止走偏的啊。下面我们进入到下一段来看，这里刚才讲的，在这个时候文殊菩萨来请问本经之名了啊。这是本经的这个重头当机的者，就是文殊法王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要由他来问呢？还是为了表写说这个本经呀啊是这个总持法，没有根本的大智慧呢，法王子的身份呢不足以当机啊。所以这里还是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啊，顶礼佛足而拜佛也啊，还是一系列的恭敬，你看不厌其烦的恭敬啊。每次我们都是在这个请法的时候请经名的时候，流通的时候，有疑问的时候，都是必须有这一套起法恭敬啊。那么起礼而拜，从起身而拜佛言，这是尊重其事啊。到此因为讲到这个成佛路了，所以让这个文殊来问怎么来冠名这个经啊，也就是让佛因这个义来立这个名，让听闻者呢因这个名来思维这个义，思维这个法义啊。所以这就叫做我及众生啊，云何奋持？奋就是奋以自修，持就是什么呢？持以教人啊，自己修教化人，所以叫做奋持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佛就开始为文殊菩萨，佛告文殊师利啊，开始说了经名。这里说了什么呢？经名为五根大佛经首楞严的经啊。我们现在读到这个
大佛顶啊，如来密应修正了于诸菩萨万行，手能念经啊，是从这五个经名里边呢把它提炼出来啊。这五个经名呢是佛在经典里面说在文殊的启问下呢各说了这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一个也对于经名的一个陈述啊，本经主要内容的一个陈述，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一个是经名大佛顶悉达多波达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也啊，这里讲到的还是有一个大佛顶啊，大就是体大啊，这个悉达多呢翻译成为咱们汉语呢叫做白色的意思啊，因为白色是一切诸颜色的根本色，所以这里叫做相，它的相是大啊。那么这个波达拉呢意为伞盖，我们常说的大白伞盖嘛，不是在藏经里面也有一个大白伞盖佛母啊？那么这个意思，这就伞盖呢，就是可以展开，把大家都给覆，就是覆盖住、保护住一样，这样的一个用具，所以叫做用大啊，体大、相大、用大，一心三大，绝代圆融，没有能够超过它的，所以叫做无上宝印，无上宝印啊。那么清净海也呢，海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地之海，也呢就是指的般若智也，所以这个经题呢就是说是十方如来获得究竟清净啊圆明心海的般若智也这样的一个经题啊，叫做大佛顶悉达多波德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也，这是第一个啊。一名救护清音度脱阿难即此会中信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之海啊。那么这里还是一样的，得菩提心就是指的顿悟根性啊，依着楞严经来这个顿悟心地啊，就是菩提的因地的真心啊。遍知海呢一般我们叫做正知遍知，正知的话就是能够知道心生万法啊，遍知的话就知道万法是唯心所现啊，周遍而知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经题啊，就是度脱慧中，你看阿难和慧中信比丘尼就是摩登伽女嘛，最后出家了，他们都证到果位啊。一名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啊，这我们在讲经题的时候前面就给大家讲过了啊，都是十方如来所修的秘密的因地之心嘛啊，依此起修的话就是大开圆解啊，所谈的这个如来藏心啊，因为外道全程小乘呢都不能够知道，所以称之为密因啊，秘密之因。修正了义的就是说密道悟到这个密因以后呢是一种不修而修啊，不是我们从然道行的修啊，是一种不正而正，不是说后来才新出现了一个正的境界的新成的实证的一个证啊，是本来就如此啊，无证而证，这叫做修正了义，了义如来密因啊。一名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啊，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大德在看楞严经是什么时候讲的，就是说到在法华经后，在涅槃经前这段时间讲的啊，所以你看这里叫的一名大方广，什么叫做大呢？还是指刚才讲到这个性体横竖没有边际，叫做大啊。那么具足恒河沙这个称性的发挥的功德啊，这个就叫做方啊。那么出生无尽这个妙用度化众生的妙用，这个叫做广。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妙莲花王。啊，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这个莲花呢是用作比喻，啊，比喻说如来藏心，这个因果是交彻的，染净是一如的，因跟果是同步的，啊，所以你看莲花不是花开的时候那个莲那个叫什么，啊，莲子嘛，啊，就是这个花果是一如的，啊，不是说花掉了才出这个莲子，啊，它是花开的时候莲子在其中，啊。所以这就是说叫做妙莲花王啊，这个佛母呢是代表出生的意思啊，那么陀罗尼咒呢是代表这个总持一切法的意思，意思这个佛顶神咒还在这个内容所示啊。
最后一个一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守楞严。灌顶呢，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在三藏经里边就有一个叫做灌顶部啊。灌顶呢，就是比喻这个太子呢灌受顶水啊。那么这个灌顶部呢，是密教里面，印度当中要密教里面有五大部的中央部啊，叫做毗卢遮那佛部。中央佛就是毗卢遮那佛啊。一显这个经的章句呢，就是这部楞严经的内容章句呢，是从灌顶部录出来的别行经。别行就是把它哎成为一部经典单独来流通的这个意思啊。因为印度的它这个中间呢是这个灌顶部以毗卢遮那为教主啊，东方呢叫做金刚部，是以阿除佛为教主啊，南方呢叫做宝生部，是以宝生如来为教主，西方呢当然阿弥陀佛为教主啊，叫做莲华部西方。那么这个北方呢叫做结摩部，以不空成就如来为教主。四方的四佛皆以中央的这个佛毗卢遮那佛为根本，也就是表诸佛都是同一法身同一法门啊，所以这里才叫做什么呢，这个灌顶章句啊，就是指的这个灌顶部啊，以这个部指的合称叫做灌顶部。那么这里的灌顶就是比喻这个毗卢遮那呢，你就是说已经得一切如来给他灌顶受佛的职位，三界的这个法王啊，陀罗尼，所以呢在此呢加持众生的身口意皆能够清净，也来够受这个灌顶为正清净的法身，所以叫灌顶部啊，是以这个毗卢遮那为教主的啊。那么这里就是指的本经名什么灌顶章句，就是意在于说这是从灌顶部中录出来的啊经文。那么这个诸菩萨万行守楞严啊，这我们就前面就讲过，就是不在这里再讲了啊。总归这里就是说这五部经这五个经的经名呢是这里文殊菩萨一问啊。那后面我们考察一下这五个经题呢还是各有侧重点的啊，就是开合不同。这里可能这个经题呢在这个层面讲的比较开，另外的意义呢比较合，就是比较赢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翻译者呢为了方便于我们学习，才把这五部经典大家看到了吗，给它合成一个这个我们现在说的大佛经啊，如来密营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守楞严经，把它合在一起啊。你比如说大佛经就是史书这部经典里面的这个智慧，佛的智慧大佛顶是依智来立的体啊。那么这里就讲到说度脱阿难及性比丘尼，就是把阿难和这个摩登伽女给度脱了，这是依什么呀，利益根基而立的体。利益根基的话其实就属于什么诸菩萨万行范畴啊。如来密因啊，这是依照这个什么修正立的体，如来依着这个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修成啊，所以这里讲到有这个修正了义这四个字也在咱们现在的经题中啊。依这个妙用立体的话就是大方广啊，妙莲华王啊，如来藏行这就设在大佛顶里面啊。依因果立体的话，诸菩萨万行是因，守楞严为果啊，这是从这个诸菩萨万行修因正这个守楞严之果啊。所以这我们现在学习的这部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守楞严经，就是这刚才佛教这五部经的经名中把它提炼出来各个部位的一个这个概括，然后把它再整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到了东土以后翻译者所做的工作啊。好，我们再往下读啊，把这一小段就是过亿的阿难作者我们读完一起来说是于理。即使阿难及诸大众得闻如来开示密因摩达拉义，皆闻此经了义云目，顿悟禅罗修净甚味增上妙理。
地狱唯有定处，唯物自然，比比发业，各个私受，唯随大慈，发开蒙门，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欢喜顶戴，紧洁无犯。好，就到这里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是首先头一段，这里是说就是佛陀说这个经题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哈，你看，即是阿难及诸大众，也就是阿难和在场听法众，当然包括这个信比丘尼了啊，得蒙如来如是开示密印波大那印啊，就是这样，开示这个秘密的心印啊，这个大白伞盖的这个生意啊，那么顿然。啊，顿悟禅挪修净圣位增上妙理，顿然就，领悟了这个禅挪修净圣位的这个妙理，这属于慧的范畴啊。然后呢，又说到，心律虚仪啊，这就是指的静的范畴。心律虚仪就是指一心这个思智啊，入到这个禅定中啊。那么由于定慧啊，以定慧功德，所以呢，断除了三界的修道。为心断除三界修心是指的修道位啊，因为出国呢是指的见道位，那么这里断除的是什么呢？见思惑见道位的时候呢，断这个见惑三界的见的烦恼啊。思惑呢，因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呢一共有九品，前六品呢在二国的时候断啊，就是进入到修道位二国的时候断，后三品呢在三国的时候断啊。所以阿难这个水平就是听了这个法以后，他的悟修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原来在出国，现在正道二国，就这么一个水平。这是被阿难的加倍啊，这就是这一段话所要说的。当然这所有的这一些前面讲的都是对前面菩提路的总结，下面今天开始迈入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谈这个七趣，也就是从即从做起顶礼佛足的这段咱们要开始讲起啊。这是我们新迈入的又一个大板块啊。为什么这么讲哈、啊、就是后面要详细的讲到是怎么进入到出现的六道轮回啊，那么怎么进入到这六道中，又有一些微细的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哪个习气多啊，哪个这个那个偏堕处起的动的念头强等等，这一些呢就是从后面这一段开始进行非常微细差别的开始啊。所以请大家呢从后面这一段开始，对我们现前的就是说这个戒律上的护持呀是有决定的意义啊，非常坚固的增上意义。那请大家从这里开始呢，我们要认真学习啊，因为它不是玄谈，它就是讲的实实在在我们轮回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怎么遭了这个果报，怨谁呢？怨你曾经怎么样把这个心调到什么地步，是调到恶的还是很善的，是调到这个情呢还是调到想啊。下面就是由情想来见分晓啊。所以这里你看阿难这个时候又是从啊，还是从这个老套路上来讲，即从做起啊，因为他断了这个欲界的六品的私货了，正道二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即从做起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感恩谢谢佛前面所说，一个是什么呢？请后提醒后面进一步开始啊。所以叫即从做起，那么顶礼佛足合掌恭敬啊，合掌呢依然是深业虔诚，恭敬呢是意业虔诚，白佛呢啊而白佛也是口业虔诚，三业虔诚现前请后啊。所以才这里脱口说大威德世尊啊，就是说前面十二类，不是前面讲到十二类生吗？还记得吗啊？这十二类生呢的颠倒妄想令大众听了以后呢烦恼已经断除了啊，那么就显这个佛的这个威严可敬，非常敬爱，因为得了功德利益了嘛啊，所以叫做大威德世尊啊。从他这个悲心里边流露出来的法音没有障碍，就是说佛前面把这所有的八卷半经啊，从这个开始真心开始到后面的这个五十菩提路啊，全盘保无毫无保留的全盘托出，所以叫做此音无遮，就是没有保留
他不像咱们现实社会的人多精呀，说学会徒弟就饿死师傅啊，佛没有啊，所以在这里才讲到说慈应无遮啊。那么十二类众生这些妄想呀、无明呀、啊业力呀，除了佛，其他人不能见，正到位啊；除了佛，其他人不能讲的正圆满啊。所以在这里才比喻为什么呢？微细善开众生微细啊。那么佛不说，我们凭自己不能够知道，凭自己没有感觉，所以叫做成惑啊。这是就佛的角度来讲，才他能讲透，称之为微细。就我们本人凡夫的角度来讲，全部不知不觉啊，叫做成惑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本来是一个假的，不就像眼睛捏了以后起的空华吗？啊，那么这里在佛的教导上渐渐的除灭了，都得益于佛的善善开示啊。这里才知道说，哎呀，从此这个圣位就是进修圣位呢，可以说自己有把握了啊。生死苦海呢，慢慢的要脱颖而出了啊，自然而然身心快然，所以叫今日呢，令我今日身心快然啊。那么怎么个身心快然呢？因佛讲的经题，我来思维他的法义啊。既然有了这部法宝，我可以奉持，也可以讲说，故曰得大扰益啊。你看这一路很流畅，就这么灌下来了啊。但是灌下来不算数，下面他又开始起了疑情了，这就要相关到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一个心境啊。大家来看，你看，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圆，就是说，你说这个真心本来是周遍圆满的啊。什么叫做妙明真净妙心呢？妙就是不变，明就是什么呢？随缘，真就是从来就是不假，净呢就是从来都不染，所以叫做妙明真净。如来藏性呢，具足了这四种功德，称之为妙心啊。不变随缘，真实不扰不染啊，就叫做妙明真净啊。那么既然你说妙明真心这个它是啊本来就是变圆的，前面讲了这么一套啊，到最后修行圆满了，还是只不过是就这一套，这个周边圆满而已。那么明明现现的是，你看如是，就是我明明我们都知道现前的乃至大地草木蠕动寒林啊，本源真如，就是我们现现的一切的这个内在的根生，自己的身体，外在的世界啊。那么从草木就是来讲啊，你看这里讲到的是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草木是什么呢？是所有外在气界世界的吧，最小的，对不对啊？那么蠕动寒灵呢，是我们所有根生，就是有情众生里边最小的。用这个最小说，就是说你这个真心能够周遍到这种地步，这些生物、这些世界的角落中，都是真如智性，是十方如来成佛的本体啊，即是如来成佛本体，本源真如。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都是成佛的本体，都是法身啊，正照这个就可以成佛，为什么又会有六道？一会儿你说做了鬼了，一会儿又说堕到地狱了，一会儿又说投生畜生了，还有阿修罗人啊、天呀等等这些道，这是怎么来的呢？啊，你既然说佛都是真如本体，正本无异的，那这些六道是怎么来的？这是阿难的疑情啊。所以这里设了两梦，第一个你看，此道为父本来自有，就是这六道是。既然你不是说性本具的吗？那难道是本来具有的，跟佛性一样是本具的吗？啊，唯是众生妄习升起，还是众生的妄想习气而升起的。大家听出来这个言外之意啊？就是说，如果是你跟佛性中本来自有的，那么这个六道就不应该是妄的，也是真的，对不对？因为一切都是佛性吗？啊！但是如果你这是妄，就是由于你造业感果妄习烦恼升起的，那么就不能称之为佛性，因为你不是说佛性是本来自由的，这是妄想升起，他来向佛
提问的时候就是从两个角度说，如果是这样就那样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样就不对。可是佛现在说本来就是这样对的，他就这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我们想起前面富鲁纳还问过一个问题啊，富鲁纳就是这个满慈不是前面问到说，即是如来藏心的话，突然怎么出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这两个问题呢，有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富鲁纳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都是如来藏性，怎么突然出现？怎么突然出现这个山河大地？啊，也就是说，怎么升起的？啊，现在这个阿难问的这个事是说什么呢？我不问是怎么升起的，而是问说六道跟佛性是矛盾的，对不对？你提佛性就不能可能有六道，说六道呢，怎么可能说一切皆是佛性？他的问题在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吗？啊，所以说这里讲到就是说，领受了二种，前面不是说转移二转一号吗？转移为涅槃和菩提吗？啊，既然转一的话，你转一切转，你转一切转，你佛性里面就不容许有六道，啊。那么如果说佛性中有六道，我们常说的一心本具的十法界，对不对？既然一心本具的十法界的话，那么六道跟佛道就是并驾齐驱的，并驾齐驱的，难道佛跟六道一样也是妄想发生的吗？你已经说了佛是真常不变的，那么六道就应该是真常不变的，可是六道又是妄想发生的。如果六道是妄想发生的，那佛也是六道妄想，怎么能称之为妙心呢？大家记住，这是阿难，当然也不是说人家阿难有疑问，是为我们末法时代体他的同体大悲的发心，害怕我们未来世中有这种邪知邪见升起啊。大家看什么邪知邪见呢？首先第一个，听过这么一号人吧，他说佛性都是圆满的真常的，那他会说什么？天堂地狱都是真常的，不害怕恶道。听过这种见解吧？有人这么说过吧？啊，说一切都是真实不变，这是都是佛性的体现，哪哪都是佛嘛，这是一种邪见啊。那么有的人呢，又以为说一切法都是空的啊，一切法空了就说没有因果，强作主宰的说万法都空，哪都是空的，什么都是空的呀，没有我吗？好说这些，这也是一种邪见啊。还有一些人呢说这个，哎呀，说心净就国土净嘛，心染就国土染嘛，佛都在我们心中，地狱也在我们心中嘛，你心里今年烦恼的地狱就出现了嘛。他好说这号，而不说以为说像娑婆世界就是有这么个世界，地狱就是地狱，它是在的。但是有的人就以为说地狱没有定数，这也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以为说地狱既然有名有姓叫做地狱，只为究竟实由，又不知道它是唯心所现的，忘了现前的一颗举心动念之心，这个时候呢又是东西啊。所以种种诸如此类，今天的阿难呢，就是为了让末法的人解行并进，不堕迷惘，所以才问的这一问啊。这一问就问到下面出来一系列佛的这个微细讲解啊，非常的有教育意义啊。大家来看，世尊啊，为世众生，你看，首先这里阿难呢在佛身边也待得多了，他也有见闻了，所以他就提出了两个具体的案例来说话啊。第一个案例呢是佛教史上有一个叫做宝莲香比丘尼的啊，他这个呢是号称呢是持菩萨戒啊，但是呢他私底下呢这个淫欲心重啊，所以就呢跟别人行淫欲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在那给自己找借口了，说行淫欲心呢不损脑子塔，说行淫欲呢也不是杀业，也不是盗业，现前无有业，将来也没有果报，他就发这一段论调了啊。结果由于他发出了这个妙论以后呢，怎么样呢？果报花报一时现前了。怎么现前呢？先于女根生了大猛火，就是从女根就起火把自己烧死了啊。女根起火以后呢，全身节节为猛火所燃烧，红生命中烧死了以后，红时呢神时呢就堕在无间地狱啊。所以你看，就他是因为这里有说了这个私行淫欲，这是破戒
啊，说私情淫欲呢没有过失，没有因缘果报，这是什么呢？破戒，戒也破了，见也破了，啊，戒见俱破，所以才什么感的叫刻不容缓，直接就业力增上，由于这个猛火所烧，就堕到地狱里面去。就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升到地狱里面去，大家知道吗？啊，什么叫做花报果报呢？花报就是你要受这个果报之前，不不是开花结果吗？受这个果报之前先开的花。什么叫做果报呢？花报就是火把它给烧死了，节节燃烧致死了，果报就是直接堕到无间地狱啊。前期是开的花，后面是结的果。哦，一般我们人的话，花报是这辈子有一些预兆，下辈子呢再去赶这个果报，六道中去取一道。他呢是果报花报一时就受啊，因为他这个罪业呢太大啊。这是指到的宝莲香比丘尼啊，受这个无间地狱。另外一个叫做琉璃大王啊，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啊，知道吗？知道。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啊。琉璃王是谁的儿子呢？琉璃王呢是波斯匿王的儿子啊。波斯匿王的儿子，他为什么要杀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叫释迦族吗？现在尼泊尔还有一家释迦族造佛像，还是释迦族啊。那么这个佛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呢，它是非常严格的啊。释迦族呢，它是属于自称贵姓。那么贵姓的时候呢，这个琉璃王呢，当时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波斯匿王呢，向释迦族的人去求婚，求婚的时候呢，这个释迦族呢看不上波斯匿王这一家子，所以他就不许配给他嘛，害怕他打攻打，可能他这个国力比较强盛。那么许配给他呢，又不愿意，后面就可能就是移花接木吧，就把家的这个宫里面的一个婢女呢，冒充作为像公主这一类的人呢，就嫁给这个波斯匿王这个家族的人啊，给嫁给这个波斯匿王。那么这个琉璃王呢，就是这个婢嫁过去的婢女呢生的太子，生的太子呢，他们国家里面不知道，到了释迦族这边呢，他们知道。所以那时候有一次，释迦族的人给佛兴建了一个讲堂。给佛兴建了个讲堂，这个琉璃太子年少的时候呢，他回到他外婆家呢去玩，见到佛这个讲法堂的庄严的这个法座呢，他上面就去坐了一下，年少不懂事儿，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释迦族的人就骂说你是这个婢女贱种所生的儿子，你有什么福德坐在佛的座位上，就把他给羞辱了。羞辱到什么程度了？就这孩子走了以后呢，他现在做过的不敬，又把地挖了九尺，重给塑了一个法座。啊，你看这种姓制度，那会儿为什么佛陀出家以后说四种姓是平等？他就看不起他，结果这个招祸了，啊，招了什么祸呢？琉璃太子受了这个耻辱以后呢，就发誓要杀尽释迦族而罢休了，啊。后来呢，太子长大了，就把他的父王给废了，自己立了，就开始起兵了，灭这个释迦族。灭释迦族的时候呢，世尊曾亲自到道上坐在那里三次阻拦，他看见世尊的这个，因为有威德嘛，在那挡架的时候呢，他就不去了，今天回应了。连续三天呢，次日再来，连续第三天的时候呢，佛就叹言说：“哎呀，定业不可转。”啊。说定义已经转不了了，就不再阻止这个琉璃太子来起兵杀这个释迦族的人了，啊！当时就在释迦族到这国度里面呢大开杀戮。大家记得木建连吗？木建连不是神通定义的吗？把500个人给藏在这个锅里边，给寄居到大梵天，那都没办法，最后揭开都是化成血水，啊！这就是这个琉璃王啊，这里讲到了堕地狱。那么因为他犯这个杀害这个业力啊，佛就给他授记怎么了，7日以后呢当堕这个无间地狱了啊，会地狱火会烧起来。因为他就觉得说7日间呢就害怕了，害怕了以后呢，他就马上撤军，趁着船呢到海里面，心里想说海里面是火总不会烧起来吧，结果在海里面的第7天呢，海里面起火把它烧了，把地狱火烧出来，这就叫定业啊。这个定业不可转呢，还要追溯到过去一世，就是
这个罗月城中呢五谷不收，大家没有吃的，这个河里边呢，城外的河里边有好多鱼，好多鱼呢，大村里多少村里人都去捕鱼，捕鱼捕的鱼里池里面有一个鱼王，也被人家给捕了啊。捕了以后呢，当时有一个小孩拿着竹竿把这鱼王敲了三下啊，敲了三下以后把这鱼王也捕了，这就是投胎转世以后村里面捕鱼的人就是这一世的世家族啊，那个鱼王就转成琉璃王太子，手下的40万大兵就是被吃了的效应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是前辈子是一个小孩，就是拿着竹竿敲了三下，结果呢他们这个琉璃王杀的尸戮的时候呢，佛的头疼了三天，这就赞叹说定业不可转啊。所以你看这里都是生堕地狱这个现前的真实的案例啊。那个这个案例我们读出来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尼姑呢她是破戒八无因果啊。第二个，他没有破戒也没有因果，是由什么导致的呢？嗔恨心作为增上，怀恨在心，一定要报复，要把人家的城给杀光，你想想那个心里有多大啊。那么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善心比丘，这是愚痴导致啊，还是贪嗔痴啊。这个善心呢是佛的堂弟的儿子啊，有的说是提婆达多的儿子啊。那么出家以后呢，他是受持这个读诵啊，解说这个十二佛说的这个十二分经啊。读诵的时候呢，他就把欲界的烦恼给坏了，获得四禅的这个果报啊，已经得到四禅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可是这个时候呢，虽然他读佛的经典呢，他连一句一句他都真正的解不了那个真实义，他没有弄明白啊。所以到了四禅以后，他就以为是已经涅槃了啊，已经自己就证得涅槃了。结果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亲近他的恶友呢给他吹风啊，吹风的让他升起了邪知邪见的时候呢，就退了，就把四禅这个禅定给失去了。失去了以后呢，觉得自己禅定没有了，没有这个禅悦为实了，很懊恼，就升起了邪恶见。什么呢？他是原来根本就没有佛没有法，都是假的，连涅槃也没有，是假的。说如来给我说了这么多的话，我天天读诵，结果呢现在断掉了，失去了啊。所以他说，如来虽给我说法，但是我现在真实见到了根本就没有因没有果啊，说这样的邪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佛跟迦摄去看他的时候呢，他遥望佛和迦摄过来了，马上就升起这个恶念邪见之心，由于这个恶心呢，也是深深堕到阿鼻地狱去啊。这是有名的三件案例，当时在佛陀时代啊。那么这里就讲到说，入地狱由于贪嗔痴过有的地狱啊。所以这里阿难就开始，你看依照这个就跟这个写论文一样，有论点有论据啊。他后面又开始提问了啊，说既然是这样啊，这个琉璃王为诸趋坛总足性善行妄说一切法空，深深堕入阿鼻地狱，那么我就这样问佛了，此诸地狱唯有定处，为福自然，比比发业，各个私受啊。就是说这样，这些地所有这些地狱居然不是事实有人真实的堕到地狱了吗？那么这些地狱是什么呢？是不是本来有，是由他的妄习生起来的，还是为有一定的处所？是这些人每个人各个所发之业，各个去受其果报呢，还是大家一块儿有一个真的地狱所往那儿生？他就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地狱是唯有一定的地方，还是自然而有的，还是个人造业个人所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啊。这里讲到唯愿大慈发开同门，就是希望佛为我们这些无知的同门啊开一下示，令诸大家记住落脚点是什么，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觉定义欢喜顶戴皆无烦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里是为什么呢？为持戒的众生，刚才讲的在法华涅槃之间是有福律弹长的意味在，福律弹长就是扶持戒律，佛在最灵命中的时候呢，把戒律又给厕所的奖励吧，最后还是说以戒为师嘛
啊，这在楞严经里边也体现出来了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这个令诸一切众生能够欢喜顶戴啊。那么好吧，我们上一讲呢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休息一刻钟，到10:10的时候呢回过头来下半场讲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